最近 Gunchar 发表了2021年累计专辑销量排名，结果显示在今年活动及出道的众多 K-pop 艺人中，综合排名第一位的是防弹少年团，女团部分则是 TWICE。 据悉，防弹少年团作为2021年男子及全体部门的畅销艺人高居榜首，是今年累计专辑销量最多的艺人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男子组合今年共售出720万张专辑，其中创下 Mingate 的 Butter 单曲专辑销售量突破300万张。具体排名前五位的情况是：第一位防弹少年团720万张，第二位 NCT 127404万张，第三位 NCT Dream 388万张，第四位 Seventeen 379万张，第五位 Stray Kids 266万张。在女子艺人部门中 ，TWICE 是今年唯一销量100万张以上的女团，综合排名第九位。具体排名前五位的情况是：第一位 TWICE 159万张，第二位 EG 92万张，第三位 BLACKPINK Lisa 76万张，第四位 BLACKPINK Rosé 62万张，第五位 ESPA 57万张。男女综合排名中，男子组合独占第一位至第八位。前十五位中，女团包括 JYP 姐妹 TWICE 和 EG。 网友留言表示，防弹是传奇，女 idol 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是 JYP。 更有网友表示，女团险遭团灭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